好，大家晚上好啊。然后呢，还有一分钟，正式开讲。那么在这一分钟呢，我们测试一下声音还有设备，看有没有问题。如果都没有问题，均没问题的话，敲一，谢谢大家啊。我还没问就已经开始敲了是吗？说明没问题是吧？好的，好的啊。好的，好的，谢谢大家。然后呢，现在呢，看一下时间，已经7点整。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首先呢，要欢迎大家啊，来到我们剑招式课堂。那么目前呢，我们所在讲的呢，注意啊，是我们的2022年的一级剑招师市政公用工程管理实务啊精讲班的课程。那么我呢，是主讲人李瑞。那么对于精讲课而言呢，注意内容相对来说讲的会非常细致，那么一般情况下呢会覆盖我们书当中的 90% 以上，那么所以呢我的每节课的内容相对来说安排的呢还是比较满的，节奏呢是比较紧凑的，相比较而言呢可能是速度也是会相对来说快一点点，大家呢要紧跟着我的一个思路走。那么上课过程当中再次说一下，就是你一定要紧跟思路，没记住没关系啊，记忆的问题呢是放在我们课后去记的。那么像我们的首遍的一个精讲，那么主要呢是以理解为主。好，首先呢我们先进行前情回顾啊，那么回顾一下我们上一节课的知识点。那么其实我们每一节课的前情回顾是在帮我们把上一节课呢进行一个复习。那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上节课主讲的第一个考点便是地下水控制。那么有基本要求，也有我们地下水的三种的处理措施，分别是节水、降水以及回灌。除此之外呢便是我们的止水木它的三种设置方式以及对应的三种目的。那先简单来看一下我们地下水它的一个控制的形式啊。那么第一个呢是基本要求。那么对于承压水有影响的情况下，它容易造成我们的突涌或者是渗流破坏啊、坑底隆起等等。那么一般我们的处理措施呢，一个呢是坑底水平封底隔渗，另外一个呢是钻孔减压，这个点呢是曾经考核过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突涌的一个验算公式，这个呢上一节课没讲，那么注意这么多年它也没考核，所以呢这里面呢不需要过多的去重视这个公式啊，基本呢是考不到计算题的。那么对于地下水它的一个三种处理方式呢，分别是节水、降水以及回灌。那么节水呢一般呢是通过止水木或隔水木呢来给它进行隔离，这呢是一种节水方式。那么方法呢主要呢是四种啊，分别是我们的水泥土搅拌桩以及高压喷射桩形成的这个止水木进行一个使我们坑内外水进行一个隔离啊。还有呢就像是我们的咬合桩以及地连墙，这呢都是我们的止水木以及呢挡土维护结构，既可以挡土又可以止水。那么形式呢，注意形式呢一般呢是沿基坑周边啊以闭合形式为主，那么当然了也有敞开的，那么敞开的这种呢我们要考虑到水的一个绕流的现象。那么对于搭接，注意啊，无论是深层水泥土搅拌桩以及高压喷射注浆桩啊，那么它的一个搭接都要考虑两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要考虑我们土它的一个渗透系数啊，看这个土质它的一个水的渗透性的一个大小。那么另外一个呢考虑的是我们的这个维护考虑的是我们的止水木它是单排的还是双排的。好，再来说一下降水啊，先来看一下作用。节水、增稳、防土流啊，主要呢是隔绝水进行节水，防止土遇水，降低强度，保证土的稳定性，防止流失啊。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积水明排以及明沟、清景点、真空景点和喷射景点等等它的一些降水的要求和降水的目的，这里面呢要参考一些数字啊。那么像我们的积水明排，那么它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呢是简单且经济，那么一般呢是每隔30米到50米呢要设置我们的积水景点。与此同时呢我们要配合着抽水井啊来进行引排水。那么对于明沟而言呢一般呢是在基础距离基础呢要保障在 0.4 米以上。
那么距离坡角呢要保持在 0.3 米以上，防止扰动坡角，造成坡角扰动，造成坍塌啊或者滑坡的隐患。那么一般坑底呢要比我们的基底呢要低 0.3 到 0.4 米，而对于积水井，井底呢还要比我们的这个节水沟底面呢低 0.5 米啊至少，而且呢都需要进行防渗处理。那么对于轻型井点而言呢，有单排的，有双排的，有环形的。那么什么时候用，怎么去用呢？所以单排呢一般呢是开挖宽度以及深度不超过6米，双排的呢一般呢是开挖宽度超过6米或者是深度超过6米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土质条件渗透系数比较大，一般要双排。而对于环形的啊，一般的是大面积基坑，我们往往用的是环形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我们的管距离我们的基坑边沿呢一般要控在1米到1米5，防止抽水时漏气啊。那么井点之间的间距一般控在 0.8 到 1.6 米之间，不过近也不过远。那么对于我们的井点管啊底部要比我们的基坑底部呢要深 0.9 到 1.2 米啊。那么像真空井点以及喷射井点呢，来看一下孔深呢要比设计深度呢大 0.5 到1米之间。那么我们是先下放井点管，然后呢是放置滤料，滤料呢一般多采用中粗砂，顶部呢要覆盖粘土，粘土的目的呢主要是起到一个封隔的作用，防止抽水时漏气。那么粘土深度要求不小1米，一般呢是1到2米之间啊。那么对于管井来说，我们一般的滤料啊多采用的是圆滤啊，不使用这种棱角分明的砾石，防止呢造成井点管它的各伤各坏啊。那么底部呢要设置沉沙段。而对于回灌呢，一般呢有回灌沙啊，这个回灌的沙沟、沙井以及呢回灌井。那么怎么去用，看你回灌水的深度，如果要是深度比较浅，像浅水一般呢就是沙沟沙井，如果深度比较深，一般像承压水呢我们要通过回灌井来进行回灌。那么除此之外呢，这里有一个数字的要求，就是我们的回灌井距离我们的减压井它的间距呢是不得小于6米的，不然呢一个是灌水，一个呢是抽水，你这种间距太小，那么相当于你在自己跟自己去玩了啊。而对于降水的目的呢，它呢主要是根据我们隔水木深度的啊不同，那么是分三种形式的啊。第一个呢是隔水木完全呢是隔断了，一般指的是浅水层啊，浅水含水层。那么一般我们这种情况下是把井点管布置在基坑内部，起到疏干浅水的目的，保证开挖时它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而对于承压水这个隔水木呢，它呢进入到了我们的隔水的顶板的这个时候呢，一般呢我们是把井点管呢布置在我们的基坑外侧啊，然后呢主要起到的作用呢是舒缓承压水水通压力，防止造成基底隆起。那么为什么不布置在基坑内部呢？主要的目的呢是防止后期的封井啊，比较麻烦。那么第三种呢便是啊这个滋水木呢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承压水含水层当中，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呢我们是把井点布置在基坑内部，既降水，降的是我们的承压含水层的水头压力，又起到疏干，疏干的呢是我们的浅水含水层，后期出土方便安全。好，下面呢我们回顾一下第二个考点啊，便是深基坑支护结构以及变形控制措施。那么这里面是三个部分啊，分别是维护结构大致分七种，支撑类型大致呢按照材料分两种。那么边坡防护主要呢是啊记几个字啊，叫做渡顶水漏刷，根据这几个字呢来展开去记以及呢这个答题时去书写。像维护结构整体呢，它的一个受力的传递路径呢是水土压力传递到四周的维护结构之上，然后呢再传到围篱以及灌梁啊，再传递到支撑，通过支撑内力以平衡水土压力。而对于维护结构它的类别呢好多啊，型钢桩、钢管桩、钢管桩、混凝土板桩、 SMW 工法桩啊，深层水泥混凝土搅拌桩以及排桩，也就是钻孔灌堵桩 SM 啊，这个SMW 工法桩以及呢地下连续墙啊等等类别比较多。那么它们的各自特征特点呢我们自己呢回去看一下啊，这里面呢不再赘述。那么再来看一下支撑，支撑按材料来看呢分两种，一种呢是混凝土的，另外一种呢是钢的，钢的呢又分为了钢管的以及型钢的，钢管的用的一般比较多一些。那么这儿愿意考的是它的一个变更啊，最开始用的是混凝土，后来呢改为了钢管或型钢，问你为什么，其实是对比它们的优缺点。那么简单说一下，
小混凝土优点呢，就是强度高，刚度大，抗变形能力强，变形小，施工安全可靠且方便。那么缺点呢，就是由于它的工序比较多，需要支模、绑钢筋，然后呢浇筑混凝土，养护，所以呢工期长。最后呢，我们拆除时，无论是人工、机械或者爆破，那么都会造成底板或侧墙啊，以及一些钢筋的变形和破坏，所以呢拆除困难且有隐患。而对于型钢层、钢支层来说，最优点呢主要是安装拆除方便，因为它都是预制成型，现场通过螺栓啊以及法兰进行连接就可以了。那么本个工程用完之后呢，可以进行周转于下一个工程，这种情况下呢就会降低工程造价。那么缺点呢，主要呢是施工工艺要求比较高啊。来说边坡防护啊，那么首先呢来看一下放坡的适用条件啊，什么情况下采用放坡呀？一般第一个地下水位相对来说啊，距离我们地表呢比较这个深，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土质情况，还有呢便是我们的一个是在城市当中啊还是在这个郊区啊，你的一个环境，给你环境大小啊，主要是这考虑这几个方面啊。那么一般呢像我们放坡呢往往产生的破坏呢就是滑坡，那么滑坡是什么呀？土的自重啊，它的下滑分力大于了土力与土力之间的摩擦力，换而言之呢就是土它的这个破坏强度已经大于了它的抗剪切强度，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造成滑坡啊。那么放坡情况下呢，有一级放坡，有多级放坡，就是分级放坡。那么我们放坡时一定要控制好坡高以及坡度，那么要按照设计坡度啊来进行放坡。那么如果分级放坡的情况下呢，中间呢要留置控制台，要留置我们台阶啊。台阶怎么留呢？看它的宽度，它主要是由于土质的条件的不同会影响留置台阶的宽度啊。还有呢就是放坡的稳定控制措施，你要记我这儿叫度顶水漏刷，度控制好坡高坡度，按照设计坡度去开挖啊。那么顶一般呢坡顶需要卸荷啊，1到2米范围内不得停放机械设备及堆放土方油机械运行等等啊。水要进行止水隔水啊，以及这个有一定的防水措施。漏呢主要是这个暴露时间不得过长，及时进行护坡抹面啊。刷呢及时来进行这个喷射混凝土啊，以及这个刷浆啊等等啊。刷呢主要是这个抗雨水冲刷啊等等。还有呢护坡措施啊，一般呢在坡脚处呢一般呢可以叠放土袋以及沙包啊，这就是坡脚压载，以及呢水泥抹面护面及时刷坡，还有呢是喷锚混凝土啊，挂钢筋网片、打锚杆、喷射混凝土以及土工膜、土工植物啊、大眼网等等都可以。那么对于长条形基坑啊，这个呢上节课没有过多说，这里说一下，长条形基坑呢主要是为了我们施工出土安全，坡度过缓，再一个呢就是为了我们运输土方出土方便，因为你长条形基坑坡度越缓车呢才能上去，坡太陡车上不去啊。那么对于我们呢长基坑啊这种方坡呢一般呢是动态边坡，它呢随着我们的施工的进度可以调整边坡的角度以及我们施工过程当中这个边坡的方位啊。那么雨天呢要做好保护。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所要讲，要把我们的第二幕呢全部讲完，要给大家讲我们基坑土方开挖以及基坑变形的控制，以及基坑加固处理的方法，以及呢基坑边坡坍塌淹埋的安全措施。除此之外呢还要给大家讲的是我们的喷锚阿尔法决定方式的选择啊。那么内容相对来说偏多，我们大家一定要跟得上跟得住啊。那么目前所讲的是我们的第一章技术部分当中的第三节轨道交通工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基坑土方开挖以及基坑变形的控制，当中呢具体呢是包含了三个知识点啊，分别是一基本要求，其次呢是土方开挖方法，第三个呢便是我们的变形控制措施。那么注意哦，我们二和三它呢是可以配合案例题来考的，所以呢要求大家要掌握。首先来看一下基本要求，基本要求呢大致熟悉就可以了。我们这里面呢是分了三个要求，一个是熟悉，第二个呢一个是了解，第二呢是熟悉，第三个呢是掌握啊。那么了解就是你有个印象就可以了，熟悉你要做到心中有数，那么是可以出选择题的。那么掌握呢是可以考案例的啊。
那么熟悉和掌握相对来说，这两个呢都要求大家首先要有印象，其次呢要了解的比较详细，或者说你可以把它记住默写出来。那么来看一下基本规定啊，首先呢是开发方案的确定啊，那么它主要是根据支付结构的设计以及降排水的要求啊，去选择不同的开发方案的啊。那么有浅层开发，有深层开发，有盆式开发，有岛式开发啊。那么像盆岛啊，说一下，这种开发就是盆式，对吧？你中间留个这种啊，假如这种机构，那么这就是岛式啊。那么再来说一下排水测试、排水设施啊，有排水沟、排水设施以及降排水的措施啊，像我们的排水沟、积水井以及抽水泵等等啊，这些都是。那么对于开发措施要求呢，一般呢我们是分层、分段、分块、均衡、对称的开挖啊。那么我们一般是先撑而后挖，如果地表你没有设支撑的条件，我们是可以先开挖浅层土方，然后呢加设支撑，开挖土方，设支撑，再往下开挖，这么交替进行。那注意事项呢，就是我们开挖过程当中啊，往往呢都是沟基开挖，那么沟基它的精度控制比较精度啊控制不太好，这种情况下呢一定要避免沟基触碰到隔构柱啦以及支护结构啦，支护结构就是我们的支撑。隔构柱 是什么呀，一般呢就是我们用钢板啊拼焊成的立柱，那么它主要起到一个支撑支护支撑的作用，防止支撑挠曲变形，一旦支撑挠曲变形，这种情况下呢它就没有很好可以平衡水土压力的能力了啊。除此外呢还有就是降水井点以及扰动基底原状土等等啊。那么这呢是我们的基本规定，了解即可啊。好，再来看一下异常情况啊。一旦开挖土方施工过程当中啊产生了一定异常情况，我们需要立即停止土方开挖。那么哪些属于异常情况啊，注意一下，以下七点都属于异常情况。碰到之后立即停止土方开挖，采取相对应的具体的处理措施之后呢方可继续出土开挖。那么这里面往往在这儿呢考的是选择题，那么你怎么去记啊，所以告诉大家一个记忆方法，两个支护结构就是两个支撑，两个维护结构就是两个相当于像排桩啊或者说地连墙啊等等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这是采用支护结构的开挖方式对吧，还有就是放坡开挖，对于边坡的要求以及都对于周围的建筑以及构筑和对于基底的要求，这么去记啊，两个支护两个维护，一个边坡一个基底一个周围建构柱啊。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下支护结构啊，支护结构呢往往我们指的是支撑，就是支撑，那支撑呢它在受力的情况下呢一定会产生变形，那么注意变形达到设计规定的允许范围且变形速率还在持续增大，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停止。第二个呢就是要考虑它的内力啊，内力突然之间增大，那么我们需要停止啊。好，这是支护结构，再来说一下维护结构啊。那么维护结构就是四周的挡土的结构对吧，维护结构像排桩外侧呢一般呢还要配合施工止水木，那么像维护结构以及止水木渗漏水了啊，造成了流土以及管涌的现象，我们需要停止开挖。什么是管涌啊，假如这个止水木呢或者是排桩呢有裂的，然后呢这个水出来了，因为有地下水嘛，而且水出来的时候呢还带着一些细粒土，这种情况下呢就会造成水土流失，那么它呢就是管涌。还有呢就是维护结构发生异响说明断裂啊，需要停止开挖啊。除此之外啊，放坡开挖对于边坡出现失稳征兆，就是滑坡产生开裂的迹象，需要停止开挖，以及坑底隆起需要停止开挖，周围有建筑构筑时发生过大的沉降或变形以及开裂的现象，需要停止开挖。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知识点啊，就是基坑土方开挖的方法。注意这里面呢主要是分为了开挖浅层的土方以及开挖深层的土方啊，分别看。先来说浅层土方开挖啊，浅层土方开挖呢一般它使用的机械设备呢无非呢就是短臂挖掘机、长臂挖掘机以及出土运输车辆啊，主要呢是这三个机械设备。那么一般首层开挖时呢往往使用的是
这个小型钩机啊，小型挖掘机、短臂挖掘机进行首层出土。当出土之后呢，一般呢是小型钩机呢会下入到我们的基坑内部。那么在我们的基坑的四周呢，一般呢是并列设置一些长臂挖掘机，之后呢是采用盆式的开挖方式啊，从中间向四周呢来运输土方，之后通过长臂挖掘机进行出土，运输到我们的运输车辆当中进行出土外器就可以了。所以呢，一般呢它是由浅这个短臂挖掘机配合长臂挖掘机加上运输车辆来配合出土开挖的。那么如果施工现场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一般呢可以在我们的基坑的四周或两侧呢同时配备两台或者是说两台以上的长臂挖掘机同时出土开挖，可以提高我们的出土效率，缩短我们的工期。再来说一下深层土方开挖啊，当我们基坑深度比较深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下啊，它使用的这些设备呢是小型挖掘机以及抓斗雕和自卸车辆啊，也就是我们的出土运输车辆啊。那么可以看到这里面都是带有支撑的了，并不是放坡开挖啊。那么城市当中用的比较多，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呢是把我们的小型挖掘机呢下放到我们的基坑当中啊，基坑内部，然后呢依然呢是采用盆式开挖的方式，从中间向四周来开挖。那么之后呢，通过抓斗雕进行抓土，放在我们的出土运输车辆当中，然后呢进行外弃就可以了。所以呢，对于它的设备而言呢，是小型挖机以及呢抓斗雕，还有呢就是自卸车辆。那么这里面呢要注意一点，就是当我们开挖要达到基底的时候，要预留300毫米的土方，把它呢用小型挖机改为人工超平、人工开挖，因为挖掘机精度偏低，容易造成超挖，所以呢预留300土层厚度，改为人工超平、人工开挖。注意啊，基坑是300毫米啊，而像我们的后期要讲的这个管沟槽一般呢是200到300毫米啊，这里是300毫米以上啊，不一样。好，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基坑分块开挖的顺序啊。先来说一下我们出土开挖时它的一个原则，整体原则呢是要遵循分段分层、由上而下、先层而后挖的原则啊。正常是先分大段再分小段啊，然后呢进行分段且分层去开挖，那么是自上而下，不可能呢是从下向上掏洞开挖，以及呢要先层而后挖，这呢是首要原则，不能呢是先挖而后层。你要是先挖后撑，注意啊，它要遵循一个要求，就是开挖深度往往呢要求不得超过1米，你要及时加设支撑，然后呢再可以向下开挖。因为首层时我们是没有这个作业空间来加支撑的，所以呢你可以先开挖适当的深度。那么开挖适当的深度其实并不是开挖，而是为了支撑而进行开挖的，其实也是在先撑而后挖啊。那么再来说一下开挖的顺序。那么对于我们的地铁车站来说呢，一般的两头是什么呀？端头井吧，中间是标准段，对吧？那么一般我们要求呢是两端向中间来开挖偏多。那么这里也说了，两端或一端向中间来对称开挖啊，以方便端头井可以进行盾构始发啊。好，再来说一下对于地铁车站端头井啊这个位置的开挖时的一些要求。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撑好支撑，那么这里面的支撑注意啊，像我们端头井的位置呢往往呢用的都是脚撑偏多，看这都是脚撑啊。那么脚撑有混凝土的，有这种钢管撑，那么标准帘、标准段呢一般呢我们多用的是对撑啊，所以呢要撑好标准段内的对撑。那么对于我们的端头井的部位呢要设置好斜撑。那么对于斜撑范围内的土方它是怎么去开挖的呢？注意啊，一般呢它是从四周向中间来开挖的，这么去开挖的。那么按照虚线上来看呢，注意看通过虚线呢把它分为了 A 区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几个区域，对吧？这种情况下注意，我们是先开挖2和4同时对称来开挖，然后呢开挖这是几啊，这是5吧，3和5啊，开挖3和5，然后呢开挖6，之后呢再开挖1，所以呢是从脚部对称到中央，从中间呢再往我们的标准段的中间的部位来进行对称开挖啊。那么可以看到它有描述的啊，沿垂直于斜层方向
向基坑内分段分层现实的来进行开挖，且设置支撑啊。不是先挖嘛，当然不是先挖呀，要先设支撑啊。正常情况下你做支撑有可能要开挖一定的土方的厚度，不然呢你有可能是没有这个条件，或者说没有这个设置支撑的空间。但是你这个开挖其实不叫土方开挖，你这个开挖是为了我们设支撑而开挖，其实你是在做支撑，所以叫做先撑而后挖，不可能先开挖，这是首要原则啊，必须是先撑而后挖，之后呢再开挖其一段的土方啊，了解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知识点啊，便是基坑变形的控制啊，从脚部开挖，从脚部开挖啊，从脚部，不是先一啊。来看一下第三个知识点啊，基坑变形的控制啊。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基坑变形的特点。那么对于我们基坑图体的变形呢，注意啊，它主要是两个因素所造成的啊，先画一下啊。它整体变形呢，注意基坑周围地层的移动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呢是维护结构的水平位移啊，因为看啊，这是维护结构对吧，你整体变形之后呢，注意维护结构呢是会到这儿了对吧，会到这儿了，到这儿之后呢，土呢就会挤压过来，土跑到这个位置，跑到三角的这个位置，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因素啊，造成基坑周围地层的移动。第二个因素呢便是基底隆起，因为我们这个基坑开挖完之后呢会泄壑，泄壑之后呢，注意当你维护结构插入深度不足时呢，土呢会绕流，它跟水很相像，只不过呢水的流动性非常强，土的流动性呢非常弱，但是呢多少它也会造成一定的绕流，连通器的原理，这种情况下呢它就会造成基底的土底的隆起，那么土这个位置多了，它就会造成我们基坑周围地层的移动，所以呢这呢就是基坑周围地层移动的两个原因啊。好，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下维护结构的水平的变形。对于我们基坑维护结构它的变形的一个趋势呢，看一下，原来维护结构在这个位置，之后呢维护结构呢会跑到这个位置啊，它的一个变形趋势呢基本呢是呈倒三角的。其次呢它的一个水平变形呢取决于三个因素啊，第一个因素呢看你的维护结构是刚性的还是柔性的，第二个因素呢看你的开挖的深度是浅层的开挖还是深层的开挖，第三个因素呢是看你有无支撑，因为你有支撑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刚节点，限制你任何的变形和位移啊。一般我们的变形和位移呢无非是角变形以及线变形，或者说角位移或线位移，对不对？好，那么先来说一下第一个因素啊，就是墙它的一个刚性的还是柔性的。什么是刚性的呀？抗变形能力强的就是刚性的，像我们的水泥土搅拌装墙以及悬喷装墙，这些呢都是属于刚性的，宁折而不弯。而对于柔性墙来说呢，像钢板桩，其实它强度高但是刚度差，尤其越长的情况下它越容易变形，以及像地连墙它也属于柔性的啊。那么当我们开挖比较浅的时候且无支撑的时候，注意无论是刚性墙还是柔性墙，它的整体的变形呢都是遵循一个趋势，墙体的变形大，墙体的位移小，呈这种倒三角的一个变形的趋势啊。当你的开挖深度比较深，那么这种情况下注意啊，你要看它有无支撑，当它无支撑，看这张图啊，这是我们的维护结构以外，这是基坑内啊，当它无支撑，注意它的变形趋势呢一样是墙顶位移大，墙底位移小，呈三角形的变形趋势。如果有支撑，看这是有支撑啊，一道支撑，这个点呢就是钢节点，因为支撑限制了你的任何的位移以及变形。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注意对于柔性墙它而言，基本呢是墙顶位移不变，或者是向外有一个变形的趋势，而中下部它呢是会向基坑内部隆起，凸起突出的，看一下啊，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这个点呢曾经是考核过的啊。好，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下维护结构它的竖向的变位啊。
这四周是尾骨结构，它怎么竖向变位啊？就是竖向下沉呗。那么什么原因、什么情况会造成它的竖向的变位或下沉呢？注意，你要记三个原因。第一个呢，是由于我们采用这种排桩了或者正骨关节桩了，你先成孔，成孔之后呢，注意我们需要通过两次沉扎以进行轻底。如果你沉扎轻的不净，注意一下啊，或者是厚度过大，它容易造成后期维护结构自重过大，造成一定的下沉，这呢是第一个原因啊。像多说一点，像我们的端层桩，它的沉扎厚度不得超过多少啊？100毫米。摩擦桩不得超过300毫米，如果沉扎厚度过大，容易造成下沉。其二呢，就是底部呢有钝构或者是顶管穿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注意它呢是属于这种胸腔部位，那么由于我们钝构肌或者是顶管作业时呢，它会造成一定的扰动，那么土层呢会松弛，后期呢容易造成这个位置的一个下沉和移动啊，所以呢这呢便是我们竖向变位的三个原因啊。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肌坑底部它的隆起啊，肌底隆起。那么对于我们肌坑底部的隆起呢，画一下，这是肌底的隆起。先来说一下隆起原因啊，隆起原因呢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底部呢有承压水，当承压水水头压力过大，大于了我们坑底土的自重，那么二力不平衡，那么肯定是底部压力大，大于上部压力，它容易造成坑底的隆起，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呢，主要是由于我们的维护结构插入的深度不足，太小了，土跟水一样，它有流动性，它容易绕流，这种情况下呢，也会造成坑底土体的隆起，那么这呢，便是它的两个原因，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啊。那么我们如何来监测坑底隆起的现象呢？注意啊，一般呢我们是通过立柱的变形，看这是两个立柱，这个立柱呢我们一般现场呢称之为隔沟柱，就是通过钢片啊钢板啊拼焊而成，那么底部呢一般呢是会有桩的啊，起到一个支撑，临时支撑我们的水平撑的一个作用，防止支撑挠曲变形，一旦挠曲变形，注意它是没有平衡四周水土压力的能力的啊。那么这呢就是承压水啊，就是承压水，当承压水的压力大于我们坑底土体自重时，容易造成隆起啊。好，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地表的沉降，那么先看原因再看它的特征特点啊。那么对于地表沉降啊，先来看原因，它为什么会沉降呢？第一个原因呢是维护结构它的水平变形，原来维护结构在这儿啊，你现在维护结构跑这儿来了，土会挤压这个部位，是不是有土了呀？那么土这个位置土跑到这儿了，那么说明地表它一定会有一定的下沉。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是我们的墙顶沉降以及呢坑底土体隆起，你坑底土体隆起这个位置土多了，哪儿来的呀？跑到这儿了，对不对？它下沉这个部位的土进行一个挤压，造成底部隆起，所以呢这呢就是我们地表沉降的两个原因啊，还有三个，应该是三个，还有是坑顶沉降啊。那么特征特点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呢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悬臂状态没有支撑，另外一种是加支撑啊。对于悬臂状态时，注意它的地表沉降出现于哪儿呢？一般呢是靠近我们的维护结构旁边，较大的地表沉降出现于墙体旁，看这是沉降量最大的位置。而有支撑的这一类呢，它的沉降呢，看一下是距离维护墙或者说维护结构有一定的距离的位置啊，这儿呢是它的一个最大的沉降量，所以呢它距离我们墙的位置有一定的距离，这呢是它的特点啊。好，再来看一下肌坑的变形控制啊。那么对于我们的肌坑的变形的控制的主要方法呢，这里面呢其实是五种，那么这其实呢是非常可以考案例题的，尤其是可以考案例的补充题啊。那么先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们的肌坑容易造成变形啊，就是我们的水土压力过大，大于了我们的维护结构它的刚度，造成维护结构它的变形，就会造成整体肌坑的变形，或者说基底土体太软弱，造成我们维护结构呢向中间收敛，也会造成整体肌坑的变形。
那么知道原因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处理措施。第一个原因刚才说了，是由于维护结构刚度不足。假如原来是钢板桩，现在呢我们要提高它的刚度，可以换为什么呀？钢管桩，对不对？防止它变形过大，因为它是悬臂状态，或者说即使有支撑，它的刚度小也会向中间呢收敛靠拢啊。第一个处理措施呢，就是增加维护结构以及支撑的刚度。第二个原因呢是第二个呢是可以增加我们维护结构的入土深度，哪儿啊？就是这个位置。你入土深度越深，注意啊，我们是不是底部的土也相当于了天然的水平层啊？当你的这个土厚度变厚，是不是抗侧向能力会增强啊？可以很好的平衡水土压力啊。这种情况下也不会造成维护结构产生扩大的变形或向中间水平收敛啊。第三个呢，就是被动区土体加固，哪是被动区啊？注意，这是被动区，这是被动区。如果被动区土体软弱，强度低，假如是淤泥质软土，含水量又高，你一挤压它就容易隆起变形，对不对？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会造成基坑向中间收敛。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增加被动区土体的强度，可以采用深层水平搅拌法了，或者高压喷射注浆法了，增加土的硬度啊，它变硬了，支撑刚度加上来了，是不是也可以很好的平衡四周的水土压力啊？那么第四个呢，是我们规范的要求啊，减小每次开挖维护结构的维护结构它的土体的尺寸以及设置支撑的时间。这里呢给大家说一下栽的规范。一般我们规范要求呢是先分大段，一般每大段不超过25米，然后呢再分小段，一般每小段是3到6米之间。那么我们按每小段来进行开挖，我们是分层去开挖，一般每小层一般控制在3到4米之间。那么我们要在8到24小时之内呢来加设支撑啊。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在井点内呢来布置降水井点。那么布置降水井，那么可以一啊这个疏解我们的水头压力，第二个呢是可以使我们土当中的水呢进行疏干的。土当中水少了它会硬化，那么一旦土硬了，是不是它的抗侧向能力会增强啊？土硬了之后它的抗侧向能力增强，那么就不容易向使我们的维护结构呢向中间收敛靠拢以及变形了。那么这儿还有一个啊，就是调整维护结构的深度，其实就是指的第二条，增加维护结构的入土深度啊，一样的。好，来看一下坑底稳定控制啊。那么对于我们的坑底，它容易产生什么现象呢？就是我们的隆起，或者说渗流破坏了啊。那么什么原因造成啊？两个原因，对不对？当坑底有承压水的时候，水位压力大于了坑底土体之重，会造成隆起。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维护结构插入深度不足，土绕流造成了隆起。那么怎么处理呢？第一个呢，就是增加维护结构的入土深度啊，你这个深度越深，土绕流的可能性越小，或者说几率越小。第二个呢，就是坑底土体来加固啊，你土软弱它容易隆起，你要把土给它加固变硬了，可以通过注浆的形式啊，或者是说深层水平搅拌法以及高压喷射注浆法都可以加固土体，使其变硬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人工干预啊，在上部呢直接来做钢筋混凝土的底板，那么增加了自重，且又防止承压水槽的压力过大，造成渗流破坏或者是凸涌。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明知道有承压水槽压力过大，我们可以布置降水井点或者减压井，降低或舒缓承压水的水槽压力，防止压力过大大于了坑底土体之重，造成隆起啊。那么这呢是四个处理措施，那么案例题可以考啊。好，来看一下12年考题啊。我看啊，还是问的那个是吧，先开挖，先开挖，不对啊，不先开挖一啊，先开挖脚部啊，从脚部向中间开挖，没有和中间向四周去开挖的，现场开挖时都是从脚部开挖的啊，没有从一号开挖的啊，应该是从脚部，然后呢最后到一号啊。
选什么？单贝克，单贝克是什么呀？当基坑开挖较浅且位色支撑时，维护墙体水平变形表现为什么呀？哪一个呀？墙顶位移最大，向基坑方向水平变形。哪一个？应该是 A 对吧？墙顶位移最大啊，向基坑水平方向啊。你像它一个是墙顶位移，一个是墙顶位移，肯定是墙顶啊，对不对？我这边是没有一对一的呀，我这边是没有一对一的呀，是这种变形趋势，所以呢，肯定是墙顶对墙顶变形最大啊。向基坑方向还是背离基坑啊？肯定是向基坑内部方向，所以选 A 啊。来看一下下一道题啊。下一道题选什么？仔细看一下啊。控制基坑底部土体过大隆起方法有哪些啊？增加支撑刚度有吧？增加加固维护结构的入土深度啊？这个不是啊，这个不是基底的啊，这个是我们的基坑变形控制啊。B、C 加固坑底土体没有问题啊，可以。采用降压井来降水可以啊。适时施作钢筋混凝土底板可以啊。所以选什么 ？A、C、D、E 啊。啊，这个不对啊，加固支撑刚度不对，这个加固支撑刚度呢是这个基坑变形控制，不是基底啊。增加啊，加固入土深度是对的啊 ，B、C、D、E 啊 ，B、C、D、E， 第一个是基坑变形啊 ，B、C、D、E 啊是基坑基底的啊。好，来看一下这道题啊，看一下这道题。刚才那个有个学员说一对一那个班啊，那个一对一那个班肯定不是我讲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我讲的，我这边我又看了一下是没有问题的。教材原文也写的是，先称好标准段内的对称，然后呢是从脚点开始，从脚点开始就是二四对称开挖，三五然后呢是六然后是一。再有一个呢，我们一般呢没有先开挖标准段的，都是先开挖
哪儿啊？先开挖断头井，因为断头井开挖出来之后呢，我们是要立即呢来放盾构机的，然后呢来进行是隧道贯通的啊，所以你说那个肯定是不对的啊。刚才那个学员，你说那个一对一那个班，我不知道你是在哪儿听的啊，那个还是有一点，你说那个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们正常就是从脚部啊，而且呢这个基坑呢我现场也做过，一般就是从脚部开挖啊，不可能从中间开挖。来看一下，某公司呢承建城市桥区泵站调蓄工程，施工过程当中呢基坑土方开挖至深度8米处，侧壁出现渗漏并夹带泥沙，迫于工期压力啊，项目部呢继续开挖施工，同时安排专人巡视现场，加大地表沉降、桩身水平变形等监测啊。那么来看问题啊，指出基坑施工过程当中最大风险时段啊，并减速稳定坑底采取的控制措施。先来说哪儿是最大时段啊？注意，从你开挖过程当中出现渗漏，你没有去处理，一直到基底这个期间呢，都是风险隐患最大时间段。那么我们一般堵漏怎么去堵啊？两种措施，一个呢是看的是渗的是清水的情况下呢，我们是采引流管，然后呢导流疏解压力，然后呢双块水泥封堵，最后呢给它掐死封闭就可以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要是水当中夹带着土和沙，那么它就会造成管涌，会造成地表沉降，这种情况下呢是比较严重的，我们需要在内部呢回填土以平衡水土压力，然后呢外部呢一般我们需要进行沉孔，其实就是在补漏一样啊，就是你这个位置有漏点，然后呢我们需要在外部先沉孔，注入聚氨酯了或者是双液浆，然后呢再次堵漏，当堵住之后我们把内侧的土方呢来进行清除就可以了，两种处理措施。而对于基底稳定控制措施，其实刚才那四点对吧，一，增加维护结构入土深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底部可以适时来做钢筋混凝土的底板。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在基坑内部啊，不是外部，来布置减压井，来舒缓层压水水头压力。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坑底呢可以进行加固啊，可以通过注浆的形式，以及这种高压喷射注浆以及三层水泥土搅拌的形式来进行加固处理啊。好，这是本点的小结啊，我看一下大家回答的啊。我看还有人问两个四二只有一个怎么对称，我没明白什么两个四二怎么对称、啊、那四和二，哎呀这一看就是没做过项目是吗？他二那边他没写，你看虚线的位置，虚线一侧那一侧都是二，然后他那个四都是指的是那一个区域啊，然后呢是三五是对称的，二和两个四是对称的，三和五是对称的，六是一个区域，然后是一啊，没有问题吧？对，你看有明白人啊，少写一个二，看区域，你要看虚线，你现场对不对？你做施工方案的时候，你需要把底板工程，假如我们施工底板的时候啊，你要把它划分为各个区域啊。然后呢我们施工的过程当中啊，它有些情况下你要按照我们的施工方案的排兵布阵以及施工的顺序走啊，像这个图很明显，只不过它那个四两个四代表的是最右侧的区域，二呢也是代表最左侧的区域，二和四其实它就是对称的啊，对，它那个是指虚线框出来的区域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地基加固的处理方法啊，来看一下核心内容两个。第一个呢是地基加固处理的作用以及方法选择，第二个呢是采用的方法以及技术要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地基加固处理方法以及选择。先看目的，注意地基加固的目的有基坑内的和基坑外的不一样。来看这张图，黄色的，注意我们黄色的啊，这个呢是我们的维护结构，像我们的政府灌注桩了、排桩了、地连墙了等等啊。绿色的是底板，然后呢这个浅蓝色，注意这呢是我们的维护结构啊，这呢是我们的止水木，然后呢底部呢就是我们的基底的加固啊。那么像我们的基坑以外的加固指的是这儿啊，指的是这儿，我现在画的。它施工呢就是止水木，所以呢基坑外它的目的最主要的其实就是止水，就是止水啊，做的就是止水木。那么除了做止水木，注意啊，它还可以减少维护结构承受的主动土压力。哪是主动土压力啊？这是我们的水土压力，谁来承受啊？维护结构来承受。你在外部又做了一层止水木，是我们的止水木和维护结构呢一起来承担水土压力，所以呢它可以减少维护结构承受的主动土压力。那么剩下的所有的点呢全部是我们的基坑内加固，这指的是它啊，指的是它。看啊，提高土体的强度和抗侧向的能力啊，这儿硬化了是不是可以很好的平衡水土压力啊，以及减少维护结构的位移向中间进行收敛靠拢，对吧，因为它硬了呀，你假如要是稀泥或者是淤泥质软土，你一挤它就拢凸出来了，对不对，你要是假如要是中粗砂或者是天然极配砂砾石，抗侧向能力很强啊。还有呢就是保护了地下的管线，防止坑底土体隆起破坏，以及呢防止渗流破坏，弥补了维护结构插入深度的不足，这些呢都是基坑内加固。那么这个点非常愿意考，愿意考什么呀？愿意考多选题。那么你怎么去记呢？你注意啊，你只需要记基坑外加固有两个目的就可以了，第一个是做止水木进行止水，第二呢就是适当的可以减少我们维护结构承受的主动推压力，剩下的全是基坑内加固，这么去记就可以了。好，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基坑地基加固的方式啊，这儿其实指的是我们的基坑内加固它的方式啊，所以呢我给大家框了一下，它指的是内加固的方式。那么分别来看适用条件、看目的、看分类。适用条件注意一般是软土地基，因为你硬土的情况下呢，注意啊我们的脚鞋设备脚不动啊，一般是软土居多。当周边环境保护要求较高时啊，基坑工程施工之前应对基坑内部被动区土体来进行加固处理。那么这呢就是它的适用条件，一个呢是软土，另外一个呢是对周边环境保护要求比较高啊，我们是可以采用这种加固的形式。目的两个，一个呢是提高被动区土体的抗力，因为你这是主动推压力，对不对，四周都会有，你当内部土体硬化了，那么它抗侧向的主动推压力就会增强，不容易使我们的维护结构向中间收敛靠拢。第二个呢是可以减少基坑开挖过程当中造成维护结构的变形，这呢是它的两个目的啊。那么可以考选择题。那么类别呢是分五种加固方式，分别是蹲式加固、裙边加固、抽条加固、隔山加固以及满堂加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五种加固的它的适用环境、适用条件。对于蹲式加固，注意啊，它一般呢是在我们的仰角处啊，以及呢中间部位。而对于裙边呢，一般呢它呢是适用于这种相对来说面积比较大的基坑啊。而对于抽条加固呢，一般呢它呢适用于的呢是我们的长条间基坑。而对于隔山加固，注意一下，一般呢适用于我们的端头井。还有呢像我们的满堂加固，它呢是对于我们环境要求保护比较高以及要封闭地下水的情况下呢，一般呢适用于满堂加固。所以呢来看一下啊，蹲式一般呢仰角跨中部位来进行加固啊，这是我们的加固区。裙边一般呢适用于面积较大的基坑，抽条适用于长条型基坑，隔山加固一般呢是车站断头井，满堂加固一般呢一个是封闭地下水，另外一个呢是保护要求高的时候一般要用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对于我们的基坑啊它的一些加固方法，这里面呢主要是分了浅层基坑的加固和深层基坑的加固的类别。那么不同的深度加固的形式呢是不一样的。当基坑比较浅，注意我们最好的采用一种方式呢就是换天。你底部抗侧能力比较弱，说明你底部的土质不好，软土或者淤泥，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换土。
进行挖补处理，把原来不好的土质呢给它清除，然后呢换添比较好的材料，例如中珠砂、天齐配砂砾石都可以啊。那么目的呢是提高它的承载能力以及抗侧向的抗力。那么相对来说这种方法呢是简单，而且呢操作方便，造价还不是很高啊。那么对于深层级坑呢，你是没有办法来进行这么深度的一个出土啊，然后呢底部相对来说淤泥土质的层厚又比较厚，你很难呢这个清土然后呢进行运输。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需要利用原土然后呢来进行补强和加固。那么加固的形式呢分三种，分别是注浆法、水弄搅拌法以及呢高压喷射注浆法这三种。这种呢就是我们的深层水弄搅拌法，这呢是我们的高压喷射注浆法啊，还有就是注浆法，其实是大同小异的。那么先简单来说一下我们的前两种啊，水弄搅拌以及呢高压喷射注浆。这是我们的水弄搅拌机，一般的三轴居多啊。然后呢它呢是分两下两上，第一下呢是削切软土，削切松散之后我们往上提升时，在我们的钻头处呢是同时布置注浆管的，同时进行喷射注浆，使水泥浆液跟土体呢充分的拌合。那么第二次我们还需要进行再次下钻，目的呢是再次给它混拌均匀。然后呢第二次提升时注意可喷浆也可不可喷浆，看你第一次注浆的一个饱满度，第一次注浆的程度，选择喷或者是不喷啊。这呢就是我们的水泥土搅拌法，一般常称之为深层水土搅拌啊。那么对于我们的高压喷射注浆法，这就是啊，它呢是分了单管、双管和三管，不一样，这是单管的、双管的、三管的啊，用的这个注浆材料呢是不一样的。那么以单管法为例啊，给大家说一下，它呢是我们的首先削切设备呢进行削切土体，同时呢在我们的钻头处呢可以进行高压喷射注入水泥浆，那么在我们削弱土体的时候呢就可以把浆液呢跟我们的土体呢来进行混拌的。那么它一般用的是水泥浆，然后呢像双管法呢是有压缩空气以及水泥浆。像压缩空气两个目的，第一个是可以减少水泥浆的用量的，就是像我们家里有一些用的这个水龙头啊，它不光是出水还混一些空气，它可以减少水的用量，其实是异曲同工之处。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个高压空气呢可以削切土体，使浆液跟水泥呢进行混拌均匀。第三个呢就是啊可以使用水泥浆、高压空气以及这个高压水流啊。这就是我们的几种方式啊。那么它的整体的目的呢就是使水泥跟土进行混拌，形成结实体，以提高混凝土的，以提高我们这个机体抗侧向的能力啊。好，来看一下第二个知识点啊，就是常用方法以及技术要点啊。那么常用方法就是三个嘛，注浆、深层水弄搅拌以及高压喷射注浆。先来说一下注浆法，看原理看材料。其实这两个呢都是我们了解的内容，你是只需要了解不需要记的，因为呢它是辅助于你后期的一个理解，但是呢考呢几乎是考核不到的啊。先来说一下原理。它是利用液压、气压或电动化学的原理啊，把浆液注入这个并填充到我们的土层当中。那么这里面呢就需要进行加压了啊，有渗透的形式，有挤密的形式啊，也有压密的形式，这呢压力不同，使用的这种方法呢也是有所不同的。那么无论是哪一种方法，它的总体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赶走土粒之间或岩石缝隙当中的水分、空气后占据它的位置。啥意思呢？我们土粒与土粒之间或岩石缝隙之间呢，要不就是有空气，要不就是有水分，要不就是有冰晶，这呢是水的固液器三种形态。你需要通过强力加压使水泥占据这个空隙的位置，使土呢来进行固结，最后呢形成了一个防水性好、强度大的一个结实体。这呢就是它的原理啊，了解就可以了。来说材料，材料呢主要是水泥浆啊，它呢适用于岩土的加固啊，也是常用的浆液材料。那么来看一下它的构成，主要是有主剂、溶剂以及外加剂啊。主剂就是我们的水泥呗，然后呢溶剂呢就是水或者是其他的溶剂啊，然后外加剂比较多啊，这个呢大致了解就可以了。好，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加固的方法。加固方法呢分为四种啊，分别是渗透加固、压密加固、劈裂加固以及电动化学加固啊。那么这里面呢一般考是考它的适用性的，
考它的对应一个关系啊。先来说一下渗透渎浆。注意渗透渎浆呢，主要呢它呢是通过自流渗入，或者是说低的加压的压力，使我们浆液呢进入到我们的中粗砂以上的这种砂性土的一个颗粒的缝隙当中，使土或者说砂或者说岩石呢来进行固结，这呢是渗透渎浆。而对于压密渎浆呢，是提高了渎浆压力。首先呢，它是需要通过一个渎浆管进行渎浆加压的，然后呢形成渎浆泡，再次加压升高渎浆压力之后呢，它会形成压密带，这呢就是我们的压密渎浆。而对于劈裂渎浆呢，注意它呢是有一个渎浆道的，通过渎浆道进行加压渎浆，使浆液呢渗入到我们土最加压之后如果要是水分比较少的情况下呢，它会形成劈裂带，进入到我们的裂缝当中，然后呢再次加密，使它呢渗入到我们的土粒与土粒之间的缝隙当中，这呢是劈裂渎浆。而电动换隙渎浆呢，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它一般主要适用于软粘土，或者说含水量比较大的，很难的将土当中的水分呢通过挤压的形式呢给它挤出来，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我们多采的是半合的形式啊。好，来看它的对应关系啊，一般呢就是给你它的土质情况，然后呢让你去选应该采用哪一种渎浆形式啊。像渗透渎浆呢，一般呢适用于中砂以上的砂性土，或者说裂缝的岩石啊。而对于劈裂渎浆呢，一般呢适用于低渗透性的土层。而对于压密渎浆呢，一般呢适用于的是中砂，看这是中砂，这呢是中砂以上加岩石啊。那么还有呢，除了中砂，也可以适用于排水条件的粘性土啊，地基当中，一般粘土颗粒小，对不对？然后吸水的能力强，水很难呢从粘土当中呢脱离或分离出来。像这种情况下，你就不适用于压密，只能适用于电动化学。如果像颗粒小，透水性相对来说还可以，可以把水分呢从粘土当中呢进行脱离和分离，这种情况下呢是可以使用压密渎浆的。而对于电动化学渎浆，它呢只靠一般静压力，难以使浆液注入土的空隙的地层，像我们的淤泥质软土啊，或者说弹簧土，它呢只能适用于电动化学渎浆啊。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渎浆法加固之后的结石体，它的一些检测方式以及具体要求啊。那么对于一些参数来说呢，注意啊，像渎浆量了、布孔了、有效范围了，以及渎浆流量、压力等等，这些呢都是通过试验来确定的。注意，我们教材当中95%以上都是通过试验啊，很少是通过经验的。那么对于我们加固之后形成的结石体，它的检测方式啊，来看一下。一般呢，加固之后要求呢要待28天之后来检测。那么主要呢检测它的方式分三种啊，分别是标准灌入度、轻型静力促探和面波法。这三种方法呢你要记住，也可以考多选，也可以考案例。像标准灌入度是什么呀，它主要是衡量你加固土它的一个结石情况。那么就跟我们之前讲桩的时候是一样的，灌入度假如你打10下进入了一米，跟打20下进入了一米，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这是灌入度啊，主要是衡量它的一个坚硬程度和松软程度的。而轻型动力促探实验来看一下，这呢是给大家找的一些资料啊，大家如果要是有时间的情况下，你可以自己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它呢主要是由一个探头，这个呢是一个落锤啊，然后呢这儿呢可以看到它主要是通过一个静力，然后呢这个加压的形式来进行去探测我们加固土它的一个结石情况的，看你加了多大的压力，然后呢看你这个桩锥呢进入到我们加固土的一个具体深度，来衡量我们加固土或者说结石体它的一个坚硬程度啊。那么对于面波法呢，注意它呢主要是通过波形的变化来进行扫探和探测的，如果波形变化比较剧烈，说明这个位置呢要不就是薄弱，要不就是脆裂啊，有可能碎裂这种情况，这呢是它的三种检测方式啊。那么对于不合格的渎浆区域呢，我们需要进行重复渎浆啊。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处理方式，便是深层水土搅拌法，深层搅拌法也就是深层水泥土搅拌法。那么这里面呢来看它的适用情况，来看它的类别，它呢主要是适用于饱和粘性土、粉土啊等地基，换而言之呢就是一般呢适用于粘土、粉土等细粒土的地基啊，因为颗粒过大呢它搅拌
这个搅不动。那么它的类别呢分两种，一种是浆液的啊拌合，另外一种呢是粉体的拌合。那么如果要是水泥粉跟土去拌呢，这里面有限制要求，要求呢地下水的含量呢不得少于 30%， 如果要是含水量过小，所以你土啊跟这个水泥粉呢是你这个没有水去中和，它不能形成水泥土，所以呢分浆液和水泥土两种。那么对应的处理方式呢，看这就是我们的浆液拌合，这呢就是粉体拌合。那么浆液拌合刚才其实已经讲了，它是两下两上，第一下是消切土体，上的时候呢是喷射水泥浆，第二次下的时候呢是再次把水泥土呢进行充分的混拌，再次上的时候呢看情况是否再次喷浆。而对于粉体而言呢，只有一下一上，下去的时候呢消切土体，上的时候呢注浆啊，这个注入水泥粉进行混拌。那个他也说了，前者呢是浆液跟土去拌，后者呢是粉水泥粉跟啊土去拌，不一样。再来看一下特征特点，先来看一下水泥土搅拌法它的一个优点啊。优点呢主要是最大的限度呢利用了原土，利用了原状土，因为它当中呢是不加筋的，只是水泥跟土去拌，所以呢最大限度利用原土。其次呢就是它的一个机械的优点啊，无震动无噪声无污染，所以呢城市当中可以多使用，密集建筑群当中可以多使用啊。那么对于我们的建筑以及地下的管沟等等影响比较小，因为它的扰动小。那么对于采用深层水泥搅拌法，它形成的类别呢无非就是状这个柱状以及壁状、隔山状和块状。这是柱状啊，一般呢是通过旋转的形式啊，这呢是壁状啊，进行摆喷的形式，还有隔山状，就是有些位置加固，有些位置没有加固啊，有些位置是原土，有些位置是水泥土，就是隔山状。块状就是整片全部是水泥土，就是块状啊。那么对于与钢筋混凝土桩相比呢，它当中没有钢筋，所以呢节约钢材，造价低。好，来说一下高压喷射注浆法。高压喷射注浆啊，首先呢是钻机就位雕平，然后呢是钻孔成孔，那么之后呢是注入注浆管，然后呢高压喷射注浆，最后呢拔出注浆管，整体的流程大致了解就可以了。来看适用情况，来看加固形式。注意适用情况，一般土质都可以高效处理，你只需要记两种土质它不适用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记硬的不行啊，太硬的，像块状这个块石了，硬质粘土了，太硬它削切不动，绞切不动，影响它的处理效果。第二个带有大量植物根茎的，因为植物根茎呢它会缠绕，给你一缠上一绕上了，这种情况下你是转不动的啊，所以呢这两种情况下呢会影响它的削切范围以及影响到它的一个处理效果。那么剩下的像我们的淤泥、预制软土含水量大而且比较软，还有呢硫塑、软塑，最硬塑的不行啊，硫塑、软塑、粘性土、粉土、沙土、黄土、塑田土啊以及碎石土都有良好的处理效果啊。你像我们的粘性土有硫塑的、软塑的、硬塑的，对不对？等等，像硫塑、软塑都是偏软、含水量偏高的，它是可以进行削切搅拌的，而对硬性的粘土是不行的，硬的和带有根茎的不行，剩下都可以高效处理。来说加固形式啊，加固形式呢分三种啊，柱状的以及壁状的和扇状的。那么对应的关系呢，像柱状就是旋喷，旋转喷射形成柱状，定喷它一般形成的是壁状，就是定喷啊，还有摆喷摆动去喷一般形成的是扇状的，就是扇状的啊。好，再来说一下高压喷射注浆法它的三种类别，分别是单管法、双管法以及三管法。那么当中用的介质不同，处理深度也各不相同，那么形成的加固形式也是有所不同的。这是单管法啊，这是双管法，这是三管法。单管法呢一般当中只有水泥浆液，而双管法呢是水泥浆加高压空气啊，高压空气呢可以这个是不是掉线了，掉线了吗？没掉线吧。好的好的好的啊。好，那么对于双管法来说呢，注意它是水泥浆加高压空气啊，压缩空气可以有助于削切土体跟水泥浆呢充分的进行混拌啊。好的，谢谢大家，感谢感谢啊。然后呢对于三管法来说呢，除了水泥浆和压缩空气呢还有高压水流。那么注意
喷射方式有所不同，单管法呢只能用旋喷形成柱状的，而对于双管和三管呢，它呢是可以既使用旋喷，又可以使用摆喷，又可以使用定喷，既可以形成柱状，又可以形成臂状，还可以形成扇状。而且双管法和三管法它的有效的处理深度呢，要比单管法都要深啊，都要深。好，再来说啊，采用这种高压喷射注浆法，它的一些施工参数的要求以及材料的要求，还有呢就是我们成型之后对于水泥加固土它的检查的方式啊。那么对于它的参数，注意主要呢是根据土质的条件，通过试验或经验啊去确定的。这儿有经验啊，了解一下，这儿有个经验。那么注浆压力呢，一般呢是大于20兆帕啊，压力要大于20兆帕。那么用的材料来说一下，一般用的是 42.5 级及以上的普通硅酸盐水泥啊，普通硅酸盐水泥。那么当中呢是可以参加一些外加性或掺和料的，那么掺多少注意是通过试验来确定的啊，不是经验了。那么采用高压喷射注浆法，它加固完之后的水泥土，注意啊，它的检测方式呢是分为四种，是比我们的之前的那三种呢要多啊，多的啊。那么分别是我们的开挖检验、开挖检查。例如你开挖之后形成水泥土，那么我们要检查强度时，你可以通过会谈仪弹一下啊，看一看它的强度啊等等，对吧？还有呢就是钻孔取芯，它是可以进行钻孔取芯，取出来的这个芯呢送到实验室来检测啊。还有呢就是标准光柔度试验，这个呢不再强调了。还有呢就是动力促碳实验，注意啊，有静这个轻型静力促碳实验，有动力的。动力是什么？就跟打气压机一样啊，它是有一个这个探头的，然后呢它有一个落锤，这个落锤呢是以恒定的高度以及恒定的次数来进行自然下落，然后呢来进行锤击的，然后呢看它进入到我们的水泥土的一个入土深度啊。那么这呢也是给大家找的材料，如果你这个就是教材当中自学的呢已经滚瓜烂熟了，或者说掌握的很好，你可以大致看一看啊。好，来看一下15年考题。基坑内被动区土体加固的常用形式有哪些啊？注意啊，是被动区啊，不是主动区啊。蹲式有没有啊？有啊。仰角、跨中、倒式没有啊。裙边有没有？大面积基坑可以使用，抽条、长条形基坑也可以使用。满堂加固一般呢是封闭地下水以及对于环境保护比较高的情况下啊。还有是隔三，对不对？所以选什么呀？ ACDE 啊。来看16年考题啊，16年考题。基坑内部地基加固的主要目的有哪些啊？内部的啊。注意，你这么去记啊。你记外部的，外部的有哪些呢？一个是止水，对吧？施工止水木。另外一个是什么呀？可以适当的减少我们的维护机构的主动土压力，对不对？剩下的都是内部的啊。A， 提高结构的防水性能啊。注意，这是外部的。B， 减少维护结构的位移，可不可以啊？可以啊。C， 提高土体强度和抗侧向力，可以。D， 防止坑底土体隆起破坏，可以。弥补维护墙插入深度不足，可以。所以选什么呀？ BCDE 吧，是不是 BCDE 啊？没有问题吧？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呢，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防止基坑坍塌淹埋的安全措施啊。这里面注意啊，有点可以配合来考案例，所以呢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两个点，第一个明挖基坑安全控制要点、控制特点，第二个应急预案以及保障措施啊，保障措施。首先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明挖基坑安全控制特点。那么对于基坑它有两个风险，主要呢是淹埋以及呢坍塌。对于放坡往往是淹埋啊，而对于
维护结构呢，往往呢是失稳、坍塌等等啊。那么对于基坑开挖安全控制技术措施来看一下啊，这里面呢针对放坡的和带有支护结构的，它的确定方法呢是不一样的。先来看一下放坡的啊，那么它主要是根据土的类别，是粘土、粉土、细粒土啊、这个砾石、风化岩啊、等等土质类别不一样，那么它的确定方法是不一样的，以及呢要根据力学性能、力学指标啊、这里指的是我们的土质力学性能等等啊。还有呢，就是开挖的具体深度来确定我们放坡时的一个坡高坡度。正常情况下呢，我们是要按照设计坡度来开挖的啊。第二个呢是我们的支护啊，支护结构开挖。支护结构开挖时呢，支护结构的确定方法，你用排桩啊，还是用的是钢板桩、钢管桩啊？支撑是混凝土的，还是钢管的，还是型钢的啊？你根据什么来确定呢？一个是土质情况，再一个呢地下水的情况。你假如地下水特别多，或者说特别富足、特别丰富，我们要使用什么呀？地联墙或者 SMW 工法桩，对吧？那么还有就是开挖的具体深度啊，你要确定它是几道支撑。啊，我看刚才还有人啊，还没那啥呢是吗？我看有人问这个怎么记？注意啊，你坑外你就记一个是止水、自水木，还有呢是减少主动吞压力，剩下的都是基坑内的啊。B 还研究没看啊？减少维护结构的位移，不是位移啊，是主动吞压力啊。主动吞压力那是基坑外，所以呢 B 是我们的基坑内的，所以呢没问题啊。答案 B C D E 啊，有没有问题？我看都讲下一个考点了，大家还在这讨论这个上一个考题呢啊，没有问题，敲个一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啊其他的一些技术措施啊。要减少基坑的坡顶的荷载，注意啊，这里面你要延伸五个字这么去记啊，叫做度、顶、水、漏、刷。度啊，按照设计坡度来开挖，或者说减少这个通过削坡的形式来这个使坡度缓一些啊。然后呢按照设计坡高和坡度来开挖，就是坡度啊，所以呢是减少啊，还有是坡顶1到2米范围内呢不得停放机械设备了、堆放材料、土方了等等，所以呢这是减少坡顶荷载，换而言之呢就是坡顶限荷。然后呢像制定降水措施，这指的是水啊，要采取节水防水的一些措施，防止土遇水造成软化、造成滑坡的现象啊，造成失稳。控制好边坡其实指的就是坡度啊。还有呢就是严格按照设计的要求来开挖和支护，那么这呢也是如果要是放坡就是去确定好它的坡高以及坡度啊，那么及时来进行分析监测数据，做到信息化的管理啊以及施工。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应急预案以及保证措施啊。先来看一下应急预案，先看目的再看方法。目的大致了解，考不到，主要是方法。那么目的呢主要是防患于未然，最大限度减少事故发生的概率，防止事态恶化，减轻事故的后果。那么方法注意啊，你要这么去记啊，记人、机、料、法、环啊，这五点去记。人从大了说有哪些啊？有组织，对不对？有队伍，有个人。那么要建立应急组织体系，这是组织。往小了说就是个人和队伍，要用什么呀？有经验的应急救援抢险救灾队伍，对不对？机呢就是要有堵漏的设备以及措施啊，抽水的设备和措施。料啊，一般呢像放坡时我们底部要通过沙袋土包来进行堆载预压，对吧？所以呢要有土袋沙包、临时支护材料以及呢堵漏的措施啊，堵漏的材料啊，堵漏材料那些啊，双块水泥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绢子或者说啊双叶浆。法呢主要是加强监控，两侧信息化的管理啊。那么对于环境来说大致了解，基坑、基浆坍塌、淹埋，那么以人身安全为第一要素啊，那么及早撤离现场。来看抢险支护以及堵漏啊。那么这里面呢对于我们维护结构渗漏时呢，注意它分两种形态，一种呢是渗漏是清水，另外一种呢是水当中夹带着土以及泥沙。那么注意
这两种形态它的危险程度是不一样的，肾清水的情况下注意一般不会造成比较大的安全隐患啊。而如果土当中，如果水当中带有一定土或者是泥沙，注意啊，这种情况下就比较严重了，可以看到造成维护结构背后土体沉降过大，严重会造成整体基坑的倾覆啊或石稳，看这就是石稳了啊，坍塌了。所以呢，两种渗漏水的形态不同，那么它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如果渗的是清水，破坏的啊这个严重程度比较一般，那么注意它的处理方式呢是首先采一个引流管进行导流，疏解水头压力，然后呢通过双块水泥进行封堵啊，早上强度啊早硬化，然后呢来进行封堵，封堵之后呢当它硬化之后我们关闭导流管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种处理方式。当渗漏点呢渗漏的不光是清水，当中还夹带的一些土和沙，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会造成管涌，或者是说地表沉降以及水土流失等等，那么比较严重。我们需要在内部呢首先回填土，回填土两个目的，第一个是堵漏，第二个主要是平衡主动土压力，防止基坑石稳坍塌。之后呢我们就需要在基坑外部呢钻孔，钻孔之后进行注入我们的浇凝材料，像聚氨酯了或者说双叶浆啊，水泥浆以及水泥这个水玻璃浆啊，有单叶浆有双叶浆，它主要是在我们渗漏点处这个位置进行二次封堵二次封闭，当它封堵封闭住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土方呢给它撤掉了啊。好，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梯脚变形以及整体局部土体滑塌，还有呢就是坍塌石稳征兆时我们是如何来处理的，这些呢都是曾经考核到的，15年考到了啊，考的是一建的案例。首先先来说一下梯脚变形，什么是梯脚变形啊？原来维护结构是在这个位置，现在呢看一下它变成这种状态。先来说它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态的一个变形呢？注意啊，假如一个饮料瓶子，你在不同的位置你去扎孔，那么你会发现呢水它的一个喷射的角度是这样的，对不对？为什么呀？越往下压力越大，土也是一样的，越往下压力越大，所以呢压力大的位置它的变形量相对来说比较大，所以呢它就会造成梯脚变形。那么我们如何来处置呢？第一个，当你坑顶有设备有材料时，你要把它移走，坡顶卸荷。为什么呀？因为上面有荷载，越往下传递压力越大，那么底部压力过大的情况下它就会造成梯脚变形。第二个，我们可以在内部加设支撑的道数。为什么呀？因为你支撑道数越多，它会形成框架结构，那么注意框架结构它一定会好于悬臂结构的受力，所以呢我们可以在底部再加支撑，或者是底部也可以进行拉锚处理啊，拉锚处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啊，当你底部有梯脚变形时，它底部一定会挤压土体造成隆起，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可以在这个位置呢进行填土了，或者说通过土袋沙包了啊进行压载，防止它变形，那么可以提高土的硬度，也防止土的变形，从而呢减少了我们梯脚的变形的趋势啊。那么最后一个呢也可以进行注浆加固，使土层硬化形成一个板结体，那么它相当于增加了一道水平撑，提高了它的抗侧向的能力，防止造成维护结构内部受裂底部受裂造成梯脚变形。这呢是曾经15年考的案例分析题啊，那么今年22年是可以拿来再考的啊，很重要。再来说一下整体或局部土体滑塌啊，那么它呢主要处理方式呢就是我们需要进行降水破井卸荷，然后呢加强监控啊，然后呢进行保护的一些措施。如果要是产生石稳征兆啊，就是马上坍塌了啊，或者滑坡了等等，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果断的向基坑内部回填土回填沙回填水，通过它的容重来平衡主动土压力，防止这个破坏程度呢更加严重。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基坑啊问题，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吧，基坑的内容。如果没有我们继续来看啊，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喷锚阿法掘进方式的选择。那么对于喷锚阿法，注意一下这里面呢是两个知识点，一个呢是喷锚阿法以及掘进方式，这里面其实11种方法啊，
十一种方法，那么我们大致呢都是要熟悉的。那么案例题呢是可以考变更，可以考它的适用性的，给你一些条件，然后让你去选我们可以采用哪一种方法。那么其次呢，就是这十一种方法你要知道它的具体的选择条件，那么根据它的跨度，根据它的一个施工的速度、精度以及防水条件啊等等，然后呢你去选择可以采用哪一种。那么对于我们的攀爬法施工时呢，整体的流程呢，注意啊，我们往往呢是多采用浅攀爬法，强调预支护、预加固，前期对土层呢进行一个加固跟保护，保证它的稳定性，提高它的强度硬度之后不容易坍塌之后，然后呢来进行土方开挖。那么挖一段间距之后呢，我们要及时来做初期之护啊，然后呢不断的循序渐进，不断的进行初度开挖，最后呢我们来施工防水层以及二次衬砌啊。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浅攀爬法它的一个类别以及具体的掘进方式啊，分十一种，分别是全断面、正台阶、环形开挖预留合金土、单侧壁导坑、双侧壁导坑、中隔壁、交叉中隔壁、中洞、侧洞、柱洞以及洞装法。首先先来说一下全断面啊，分别从适用条件、优缺点以及施工时具体要求分别来说。先来看适用条件，什么样的土质、什么样的跨度、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掘进方式啊，还有呢掘进的流程，这几个角度分别来说。土质要求，注意土质必须稳定，土质必须好，因为它是全断面，从上到下一次开挖，如果土质不好，没有临时的支护，它非常容易坍塌，所以呢要求土质一定要好。那么其次呢，由于它是从上向下一次性开挖，那么要求断面一定要小，不得超过8米啊。像我们拿洛阳铲打导洞，你打多深往往呢都不坍塌，为什么呀？就是它的断面小，不容易坍塌，自稳能力强，如果你的跨度越大，它越容易坍塌啊。那么掘进的形式呢分两种，一种是人工手掘，另外一种呢是小型机械设备啊。那么开挖时注意从上向下，不得从下向上掏土开挖啊，那么也是一次性开挖。那么由于它是一次性开挖，优点呢就是扰动次数少，只扰动了一次，所以呢要求土质稳定。缺点就是对于地质条件要求非常严格，必须土质好，土质稳定，不然呢你开挖时容易坍塌，且要求我们周围的土层，换而言之呢就是围岩，自稳能力一定要好。这是两张图片啊，从上向下一次性开挖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台阶法。注意今年新教材的台阶法这个位置呢是有所变动的，那么主要变动的位置呢是在注意事项，然后呢你听我来细细道来。我们分别从适用条件、类别、优点、适用这个注意事项、开挖时的一些要求啊分别来说。先来说一下适用条件，注意刚才全断面要求土质必须好，到这儿注意他说的是较好，有个对比啊，因为它是台阶法嘛，是较好。然后呢一般它开挖跨度呢往往是不超过10米的，注意一下啊，这个数字你后期一定要记，不然呢案例题出来的时候呢你是茫然的，不知道去怎么选。那么对于它而言呢，一般呢适用于软弱围岩当中可以啊进行采用的。那么对于类别来说，它分为正台阶以及中隔壁啊台阶法，像这种就是正台阶啊。中隔壁一般呢它是有一个凌空的这个支护结构啊，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那么来说优点，优点呢主要是作业这个有充足的作业空间，然后呢施工速度呢较快，而且灵活多变，适用性相对来说比较强啊。那么对于注意事项，这呢是今年有所改变的啊，有所变动的，其实都是大同小异。这里面呢主要是研究的是我们的开挖的进尺的深度，还有就是开挖的跨度的要求。那么根据不同的土质条件，我们开挖的进尺的深度呢是有不同的要求的，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啊。土质条件一般呢是分为了土质的、岩层的和不稳岩层的这几类。像我们的土质隧道而言，土质啊这种围岩而言啊，那么要求呢隧道的台阶的开挖的进深长度一般呢不宜超过隧道的宽度一倍。假如隧道宽度假如是4米吧，你开挖进尺的宽度长度呢也不宜超过4米啊。那么对于台阶的要求呢一般不多于3级，最多呢是3级啊，最多是3级。这呢是今年新变动的啊。那么再来说一下一次循环开挖进尺的长度啊。那么你往前延伸啊，进尺的长度主要呢是根据你的土质来确定的。如果要是稳定的岩体啊，
那么我们开挖的一个进尺长度呢，主要是根据机械的开挖能力来确定的。那么一般不超过四米。注意啊，岩体一般进尺长度不超过四米。如果要是土层或不稳定岩体，注意啊，土和不稳定的岩层，那么它的开挖进尺长度主要是根据设计文件来去确定的啊。好，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环形开挖预留合金土法啊。那么这呢就是环形开挖预留合金土，哪是合金土啊？这是合金土。来看适用性，看结构形式，看开挖要求。最开始全断面是土一定要好，正台阶较好。这儿呢他说一般啊，一般土质或以坍塌软弱为岩可以使用。那么断面较大的隧道可以使用，那么它一般呢是不超过12米。对于结构形式来说，注意它主要是由三个部分来构成的。第一个部分啊，画一下。第一个部分呢是环形部分啊，环形拱部。第二部分呢是台阶啊，第二部分是合金土。第三个部分呢是下台阶，主要是由这三个部分来构成的。那么对于我们的环形拱部呢，还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啊，一，然后就二三写完了啊，假如这是四吧。5还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啊。那么它开挖时呢是先开挖一，然后呢做支护，再开挖四，再做支护，再开挖五，再做支护。然后呢它二合金土的目的是干嘛的呢？注意合金土的目的呢主要是平衡我们掌子面的一个主动推压力。因为你开挖时这个位置土没坍塌，你这个位置是往这个方向是有一个主动推压力的，它可以通过合金土呢来平衡主动推压力啊。那么当我们这个位置的初级支护做完之后呢，是可以这个开挖合金土，开挖下台阶，再做底部的初级支护的啊。那么来看一下开挖时的要求。同样环形开挖时呢，进尺深度呢一般是8米到1米啊，就是145，它往前延伸的深度一般是这个8米到1米之间。那么要求不宜过长，因为它是分块太多，扰动比较大，容易坍塌啊。那么一般台阶的长度呢是控制在动径的一倍地之内，就是假设是4米啊，你往前延伸的整体的一个循环进尺的长度呢是不得超过动径的宽度的跨度的啊。来看整体施工流程优缺点啊。整体施工流程呢是开挖环形拱部啊，注意它都是往前循环进尺去开挖的啊。那么开挖环形拱部，这是环形拱部，然后呢可以架支撑进行这个承担上部土层的重力啊，然后呢可以进行挂钢筋网喷射混凝土啊。之后呢在上边初级支护啊稳定之后，我们来开挖合金土，再开挖下台阶啊。下台阶可以一个台阶，可以多个台阶啊，都可以啊，分块都可以。那么优点来看一下，因为上部合金土支撑开挖面，那么开挖工作面相对来说稳定比较好，就是我们的掌子面的位置啊，迎着我们开挖方向的这个面，我们称之为掌子面，所以呢通过这个合金土来平衡掌子面的一个主动推压力，就是掌子面它有一个主动推压力，通过合金土啊来平衡，所以呢相对来说稳定性好，施工安全性比较高。那么再有两个优点呢是机械化程度高，以及呢施工速度可加快。来说缺点，缺点呢就是你看啊，它太多块了，这种情况下呢你开挖一块它是扰动，就会扰动土层，开挖一块扰动一块土层，所以呢扰动次数比较多，分块比较多。再有一个呢，你这个分的块多啊，你一块一块去挖，一块一块去做初级支护，整体啊全断面的一个初级支护的封闭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而且呢由于你分的块比较多，它容易扰动土层，容易坍塌，所以呢我们一般施工之前需要对土层呢来进行预支护预加固，以提高土层整体的稳定性以及施工的安全性，之后呢才可以使用环形开挖预留合金土的一个开挖形式啊。那么整个11个开挖方法，只有他提到了预支护预加固啊，曾经呢这个点呢也是考核过啊。如果要是阿里的背景或者是选择题的题干当中有预支护预加固这种字眼儿，那么让你去选采用哪一种方法，你要优先去选环形开挖预留合金土啊。再来说一下单车壁导坑啊，看这是它的示意图，这呢是它的实物图。这个位置啊，看这是它的一个凌空部分的初级支护，这呢就是单侧壁导坑，这是导坑啊。来看适用范围、结构形式、注意事项啊。对于它而言呢，断面跨度大、地表沉降难于控制的软弱为岩，可以选用单侧壁导坑法。注意一下，它一般往往呢是不超过多少啊？
不超过14米跨度啊，可以使用。那么对于它的一个结构断面的形式啊，注意它可以分为三块或四块，像这个呢就是三块，对不对？那么包含了我们的侧壁的导坑，包含了上台阶，包含了下台阶。一般呢你像开挖 A 导坑之后呢，我们要立即来做初级支护，这个位置是凌空部分的垂直护，它有一定的支护啊，支撑的作用，那么可以很好的平衡土的重力。然后呢再开挖 B，做 B 的初级支护，再开发 C， 做初级 C 的初级支护，最后封闭层环。然后呢我们需要把 A 凌空部分的初级支护呢给它拆除掉啊。那么注意事项是什么呀？注意我们导坑的跨度不超过整个洞跨的一半，数你要有印象啊，侧壁导坑宽度不宜超过 0.5 倍的洞宽。来看一下双侧壁导坑法，它呢又称之为眼镜工法，你要注意一下它的别名啊。其次呢，对于双侧壁导坑法注意一下它的跨度要求，小跨度可以使用，连续使用可以扩大跨度，连续使用可以扩大跨度，换而言之就是基本可以算是不受限。那么整个它的一个适用范围啊，跨度很大时可以使用，地表沉降难于控制时可以使用啊，那么围岩要求特别差的时候是可以使用的。注意啊，围岩就是周围的土层特别差的时候是可以采用它的施工形式的。那么它的类别它的构成呢主要是分为四个部分啊，分别是两侧的导坑，然后呢上部合金土以及呢下台阶，主要呢是分为这四个部分。那么开挖时呢也是啊，这个各块循序渐进，不断的往前进行延伸的啊。那么对于我们导坑它的跨度不得超过整个洞跨的三分之一，注意一下这个数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施工顺序优缺点啊。施工顺序注意一下，首先呢我们是开挖一侧的导坑土方，然后呢并做一侧导坑的初级支护，就是挂钢筋网片喷成混凝土啊，可以打这个锚杆，再开挖另一侧的导坑，再做另一侧导坑的初级支护啊，这都是它的初级支护啊。然后呢我们是开挖上台阶，然后呢做上台阶的初级支护，再开挖下台阶啊，这个位置我们应该看不到了，再做下台阶的初级支护，最后呢封闭层环。封闭层环之后呢我们再把两侧凌空部分，这个就是凌空部分的初级支护呢给它拆除掉啊，它呢一般就是混凝土结构啊，钢筋网片混凝土结构，需要给它拆除掉，因为它是起到一个临时保护和支撑的作用啊。那么之后呢才是施工我们的防水层以及二次渗气啊。来看优缺点，优点呢就是施工过程当中变形几乎不发展，施工安全。缺点就是速度慢啊，成本比较高。你看两个初级支护呢，对不对？那肯定后期都需要拆除啊，那么成本就浪费了嘛。其实也不算浪费啊，它起到一个临时支撑嘛，但是造价偏高。来说中隔壁和交叉中隔壁，中隔壁又称之为 CD 法，这是中隔壁。交叉中隔壁呢又称之为 CRD 法，这呢是这个交叉中隔壁啊。那么来看它的适用条件。像 CD 法中隔壁一般呢适用于地层较差、岩体不稳、地面沉降要求严格地段，那么一般它的跨度呢是不超过18米的。而对于交叉中隔壁而言呢，它呢是在中隔壁基础之上呢可以加临时的阳拱，注意阳拱呢分临时和永久的，像底部往往呢是永久的啊，它不拆，为什么要加永久阳拱啊？让它尽量形成环形，环形受力比较好，不容易变形和坍塌。那么中间这就是临时的了，临时它主要呢是起到一定的支撑的作用，平衡四周的水土压力啊。然后呢再有一个它可以啊步步封闭层环，你看啊，这是一个环形，这又是一个环形，这还是一个环形，这还是环形，这也是环形，这也是环形，整体还是环形，所以呢步步封闭层环稳定性很好啊。那么特点可以看一下啊，开挖速度快，步步层环，预留合金土和喷射混凝土封闭，消除由于工作面应力松弛而造成的这个沉降值的增大啊。好，再来看一下洞啊，洞呢分四个，中洞、侧洞、柱洞、洞桩法啊。这儿呢我们可以两啊区分，你像中洞法，这是中洞，先开挖中间导洞一，做初级支护，再开挖两侧的导洞啊，然后呢同时来做二的初级支护。那么我们中间导洞施工完之后呢要做梁结构啊，以及呢这个柱结构，形成框架结构，然后呢使我们上边围岩的重量呢首先呢是落在我们的初级支护之上，那么通过初级支护呢传递到我们的梁柱之上啊，通过梁柱呢来进行平衡它的一些外力。
那么对于侧动而言呢，侧动法它呢是先开挖一侧动，做出来之后再开挖二侧动，做出来之后，那么一二当中呢都有梁柱结构啊，框架结构，然后呢再开挖三，使三的碎之后呢落在我们的一和二之上，然后呢由一二当中的梁和柱呢来承担我们的荷载。而对于柱动和动桩法呢，它都是异曲同工，都是有梁柱结构形成框架结构，以承担整个的围岩的一个重量或者说外力啊，水土压力。那么不需要掌握那么深，因为这儿呢它是不会涉及到过多的案例题，即使涉及呢也是考它的适用性的啊，对应关系的，不会考你具体的施工流程以及施工工艺的。那么来看一下适用条件，它呢主要适用于地层条件差，断面特别大啊，设计要求多跨结构时可以使用中动、侧动、柱动、动桩法。像中动和侧动法而言呢，小跨度可以使用，连续使用呢可以扩大跨度。而对于柱动和动桩法而言呢，注意它主要适用于多层且多跨，所以呢是有区别的啊。它俩是可以多跨，而它俩呢，它俩就是前两个是可以延伸跨度的，而对于我们的后两个呢是多层多跨，有所区别，不一样。那么无论哪一种，注意它都是化小断面为大断面，提供我们施工的安全性。假如最开始断面这么大，我们都是一点一点延伸扩大它的断面跨度，对不对？以增加我们施工时的安全性。你不可能上来就开发这么大的一个导洞，那么容易坍塌呀，对吧？好，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表格啊，这个表格呢是非常愿意考的，要么就是考选择啊，要么呢就是考案例，所以呢几乎每年都会涉及到，那么要求大家一定要必须掌握。十一种开挖方法，我们要求呢后面的这六列，对于红色的一定要掌握，蓝色的一定要熟悉，黑色的了解就可以了。你像对于跨度啊，它的适用地层的跨度而言呢，注意啊，像我们全断面、正台阶、环境跨越六合金土、单侧壁导坑、双侧壁导坑，以及中隔壁、交叉中隔壁，到这儿为止，注意它基本呈等差数列，从8、10、12、14、16没说，你可以这么去记啊。它主要是双侧壁导坑，小跨都可以使用，连续使用的可以扩大跨度，然后呢是18、16、18、20呈等差数列。而后面的四个，注意中动侧动一起记啊，小跨都可以使用，连续使用的可以扩大跨度，并不是多跨啊，是可以扩大跨度。而对于柱动法和动桩法来说呢，是多层多跨结构可以使用。那么中动、侧动、柱动、动桩法是有所区别的，一定要记住啊。来说防水，防水你记两个点就可以了，一个是双侧壁，一个呢是带动字的，它们是防水比较差不好，剩下的防水都是比较好的啊。再来看一下蓝色部分，先来看工期，你看工期啊，前三个中间都没有凌空的出气入户，换而言之就是不需要拆，对不对？那么它的一个工期都是短的。而对于单侧壁导坑呢是有一个凌空部分，所以呢是较短，剩下的看像双侧壁导坑了、带动字的了，以及装交叉中隔壁了，这都是长的，都是长的。像我们的中隔壁也只有一个部分，所以是较短。那么对于工期而言，像短较短，它的催制物拆除量就是无和小，像这都是无啊，凌空部分不需要拆，没有凌空部分不需要拆啊。那么对于单侧壁导坑只有一个，就是小，剩下的像双侧壁了，然后呢这个它也是小啊，因为它也是只有一个部分，剩下这都是多的，这都是有梁柱等等，所以呢都是大的啊。对于造价来说啊，也是对应关系，工期短的较短的都是低，高的这个长的你看这是高了啊，高较高等等偏高啊，所以呢它是有一个对应关系的，你这么去记啊，防止考核到。好，来看一年考题啊。防水效果差的哪些啊？双侧壁加上带洞的，对不对？B 呗，这没有双侧 B 啊，所以只有 B 啊，对不对？洞，对啊，带洞的，然后呢双侧壁导坑是差的，然后呢来看一下14年考题啊，选什么。
有什么呀？关于隧道全断面安瓦法啊，注意是全断面，对不对？全断面啊，从上到下一次性开发，错误的啊。哎，可减少开发危险的扰动次数，对不对？因为它只是从上到下一次，不像是环形预留混凝土啊，还有就是我们台阶法、啊、分好几次，这种情况下呢，扰动次数多，所以呢 ，A 没有问题。B 危言必须要有足够的自稳能力啊，对于我们的全断面要求土质情况一定要好，必须好，不然呢，你一次性开发容易坍塌啊。没有这个凌空或者中间的支护啊，那么容易坍塌，所以呢要求土必须好。 C 自上而下一次性开发啊，成型并及时进行催支护啊，没有问题啊，都是啊。一般我们催支护怎么去做，给大家说一下啊。开发完之后两种情况，一种呢土质条件好，那么你可以间隔5米来做催支护，如果土质条件不好，要求立即紧跟着我们的开发断面来做初期支护结构啊，这是 C 啊。D 适用于地表沉降难于控制的隧道施工啊，没有这么说法啊，难于控制说明什么？你土质条件不好啊，你不好你没法用它，所以选谁啊？选 D。 来看一下13年考题啊，某公司承包了一条单跨城市隧道啊，注意是啊，单跨城市隧道。隧道长度呢是800米，跨度呢是15米啊。地质条件告诉你了，非常复杂，说明土质条件不是很好啊。设计采用的是浅埋安瓦法进行施工。那么浅埋安瓦法是好多种呢，11种的对吧？根据背景资料介绍，隧道选择哪些浅埋安瓦方法？可以看到，他说的是哪，可选哪些，不是哪个。那么你要回答全面，它肯定不是一个一分或两分的题，至少应该是四分的题，所以呢它有一个对应关系，你答一个给你一分啊。哪些啊？你要看啊，首先告诉你是单跨的，然后呢告诉你它的长度，又告诉你它的跨度，还告诉你它的地质，然后而且呢告诉你采用浅埋安瓦法啊，不是盾构，不是明挖。那我们11种开发方法，你要首先看什么？你要首先看跨度，它告诉你15米，那么15米8米是全断面，10米是谁啊？正台阶，12米呢是环形开发预留混凝土，然后呢14米呢是单侧壁导坑，到这儿你都没法用，对不对？那么我们对于双侧壁导坑是小跨度可以用，然后呢连续使用可以扩大跨度，它可以用。再往后呢是中隔壁 CD 法，以及交叉中隔壁 CRD 法，分别是18和20米可以用。那么还有呢再往后是中洞、侧洞、柱洞、洞桩，你是要考虑一下，因为越往后呢它都是可以扩大跨度的。那么你还要看谁呢？你看啊，地质条件复杂，其实地质条件复杂前三个就可以排除掉了，就是好、较好、一般，对不对？那么还有呢，就是他说是单跨，注意，像我们双侧壁小块的可以使用，连续使用的可以扩大跨度。那么 CD、CRD 呢都没有问题，中洞、侧洞跟双侧壁导坑是一样的，小跨都可以使用，连续使用的可以扩大跨度。注意，是可以扩大跨度，并不是多跨。而像柱洞法和洞桩法，它是多层多跨，而这里用的是单跨，所以呢，这两个是排除掉的，没法用。所以可以选谁啊？双侧壁导坑、中隔壁、交叉中隔壁、中洞法和侧洞法。对 ，OK， 没有问题啊。全答啊，你要全答啊，因为你要是只答一个或两个，你拿的分不全啊，因为这是案例题啊。好，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全部讲完啊。